说你因为我任性所以才跟我分手的，那咱们复合以后我觉得我已经改了很多了，为什么你对我还是这么冷漠呢？你现在变得很情绪化，动不动就哭，你这样真的把我也搞得很压抑。为什么你对前任的好到我这儿全都没了？我不是说非要跟前任去比较，只是说我心里面真的过不去这道坎儿。难道我们就真的再也回不去了吗？女生到底对男生有怎样的要求呢？在这个分合的背后又有着怎样的爱情故事呢？有请这对嘉宾，有请。小杰22岁，来自四川，传媒。小雪22岁，来自四川，运营。欢迎两位哈。好，主持人好，主持人好。好好好，这个是男朋友还是前男友？既是我的前男友，也是我的现男友。那我就直接问了吧，怎么就从男友变成了前男友的呢？然后怎么又从前男友变成了现男友？咱们从哪个节点开始说？这个我来说吧。最开始的时候是因为他太作了，我们就选择了分手。那个时候我们在大学嘛，啊，他就要求我每天24小时都必须得陪着他。啊，夸张到了一种怎样的地步啊？回消息呢晚了1分钟，他又生气了，而且生气根本就哄不好。也没有呀，因为那个时候我们两个刚在一起嘛，我就想着说甜蜜期还没过，我就希望他能够多陪陪我嘛。再说了，我觉得他多陪我一下也没什么吧。后来有一次是我们在一起的第一个520，我背着他买了一个蛋糕，想给他一个惊喜。然后因为我们学校在郊区，离那个我给他订蛋糕的地方还是比较远，我就叫我朋友坐顺风车给我送过来。但是因为我朋友他妈妈突然住院了，他必须过去，最后这个蛋糕就没有送到他手里面，他就生气了。那我肯定会生气啊，因为我觉得那是我们两个人在一起的第一个520，我觉得是非常有纪念意义的一个日子。你说你准备了一个蛋糕，我觉得行，但是最后蛋糕呢？蛋糕送到我手上了吗？那没有送到我手上呀。哎，那蛋糕我是提前10天就给你准备了，我还不够有心吗？是我朋友他妈妈突然住院了，他住院了，我突发情况，那是我可以控制的吗？突发情况可以理解，那我们做事总得要有计划吧？那你第一个计划失败了，你没有 Plan B 吗？那只能说明你对我不够用心啊。是，所以我就想听，蛋糕没到手里，又没有 B 计划，发生了什么？就我们当时是在外面吃饭嘛，就吃完饭了要出来了，我就跟他说，我说那好，蛋糕没有送过来可以，那你能不能有别的补救方法呢？他就一直跟我吵，你知道最后吵到什么样子吗？吵到后面，我们当时是在外面商业街嘛，我们俩吃饭，他追出来，我还在跟他说嘛，他拉我，然后我就不听，他最后就直接一把把我推倒在地上，就当时那么多人。
就找了别的女孩子，那说明你们俩之前肯定就是有鬼的呀。我可以在这儿给你发誓，给你保证，我从来没有做过对不起你的事情，好吗？那谁知道呢？行了，干嘛他就是这样蛮不讲理？不是，怎么就分了15天就有了新女朋友呢？这个不由得让人浮想联翩啊！因为他给我的感觉很不一样，就他真的太暴躁了，太作了，而他就很好，就很温柔，很体贴，所以我就觉得挺独特的，然后就想着可以和他在一起。那后来你们俩怎么又在一起的呀？因为他是我的初恋嘛，心里面其实还是一直有他的，虽然说我们俩吵吵闹闹的，然后我知道他分手之后，我觉得我自己也挺作的，然后我就去又找了个理由和借口重新去跟他联系上了。就是他跟他前女友分手之后嘛。就是你跟那个温柔的女孩分手了。嗯，是因为太温柔了所以分手吗？不，后来我发现其实他是装的。哦，也是这么暴躁的哈。差不多。哎，你发现你奇怪不奇怪？你招的全是这么暴躁的，这是为什么呢？孩子啊，我也不知道。那我明白了，等于他们分开之后，这个惦记的又回来了，是吧？他跟他前女友分手2个月之后，我又去找理由和借口跟他联系上，然后我们这样一来二往，然后我们两个就又在一起了。你那个时候怎么敢接受呢？你胸口不疼了？我觉得还是对他有感情吧，然后就对就复合了。复合之后怎么就到这儿来了呢？说实话，我觉得他和他前女友的很多事情在我心里面真的就是扎在我心里面的一根刺儿，我觉得拔不出来。然后就是去年的时候他过生日嘛，是他22岁的生日，然后呢我就计划了2到3个月的时间去给他准备生日礼物。我准备了他从0岁到22岁的生日礼物，因为我想的是我不想缺席他以前的每一个生日。我想补过来，我承认我这个也是在看到别人的，是对，但是那我想的是那别的男孩子能有的，那我的男孩子他也得有，我就是真的是这样觉得的。那我觉得我已经很用心的去准备了嘛，然后结果他看到我准备的那些的时候，他当时真的就是一脸漠然，然后我就觉得我自己特别卑微，你知道吧？我就在想，我说那是不是在这场感情里面，我可能感动的只是我自己？就是这个礼物让他一脸漠然，是这意思吧？他当时真的就是，不是不是，我觉得因为我们才刚刚复合嘛，你就给我准备了一个这么大的惊喜，其实说实话，我内心还是很感动的，但是。因为我们才刚刚复合，你就给我准备了这么多。不是你说你感动，他感动，他连朋友圈都没发一过，你知道吗？而且你给我，你知道吗？是因为你给我的压力太大了。是压力太大了吗？你自己好好想想，是压力太大了吗？因为10天之后就是我的生日，你知道他在我生日那天准备了个什么吗？他就准备了一个生日蛋糕。那我觉得他就是不够用心啊。因为我平时我对自己的生日就过得很随意，可能甚至不过也可能，我觉得没有那么在意。我已经很精心的去给你准备蛋糕了，我觉得那就是我对你的爱了呀。我发现你们俩的这个情感走不出蛋糕的魔咒啊。第一次是一个味道的蛋糕，第二次是一个到了的蛋糕，你换个别的不就行了吗？以后他再过生日过节的时候千万别买蛋糕了，买蛋糕你们俩就出事儿，你知道吗？行，这女生对自己的生日其实我听出来就是也挺不开心的嘛，觉得男生有点应付你，对吧？对呀，不用心。而且他，你知道后面我跟他吵起来的时候，他跟我找理由和借口说什么吗？那个时候我们还是学生嘛，他说不想有经济上的压力。可是你知道吗，主持人，他跟他前女友在一块儿的时候，他每个月他还给他前女友转钱，给他买礼物，还计划一块出去玩，那怎么到了我这儿就什么都没有了呢？这个不是得看当时的工资情况吗？那有钱就买呀，没有钱就没有办法呀，难道我要怎么办呢？啊，嘴别硬了啊，不回答不就完了吗？还吵，吵什么吵啊？您接着说啊。然后就是我送的那个生日礼物里面不是22件嘛，然后有一件就是送给他的一个刮胡刀。然后你知道吗，那我送给他的那个刮胡刀从去年到现在他根本就没有用过，他连打都没有打开过，用的还是他前女友一直送给他的。我就在想，你是真的害怕浪费呢，还是说你在睹物思人呢？你自己心里面是不是有鬼啊？哎，他没有坏，我干嘛要扔他呀？咱们节俭一点不好吗？你就不怕我心里面多想吗？你有考虑过我的感受吗？主持人，你看吧，他就什么事情都可以扯到前任上面去啊。比如说去外面吃饭的时候，我把他那个就是餐具摆好，给他倒上茶呀什么之类的，他也会说，哎，你是不是给前女友也这样子做过呀？什么事儿都要扯到前女友，他就特别情绪化。啊，明明我都已经把前任放下了，你为什么就放不下呢？那我这样子做我是为了什么呀？那我还不是喜欢你，我爱你啊，我害怕再次失去你，我已经失去过你一次了，我不想再失去第二次，不行吗？啊，好累。两个人平常会一起约着出去玩啊放松什么的吗？还是就是老是这么紧张？
以前的时候有快乐的时光吗？我是指复合之后。我觉得还是有的。啊，什么样的时光会让你觉得快乐又轻松呢？就两个人一起吃完饭，然后出去散步，带着狗狗，我就觉得就这样的一个时刻，非常一个平静的一个时刻，我觉得就特别让我觉得很舒服。啊，我觉得这样的生活，这样的日子，可能就是我想要的，就那一刻。行，你们俩今天来的目的是？因为分手之后，我觉得他确实是变了很多。以前我们俩第一次在一起的时候，我觉得还是很宠我的嘛，真的就时时刻刻就有的时候会关心着我的感受。但是我们俩和好之后，就交流就慢慢的到后面就变少了，就有的时候一周我不主动提出来说我们俩见面一起出去吃个饭什么之类的，他又自己忙自己的事儿，就平时就可能就不会联系我，你知道吗？我觉得这可能就不是谈恋爱了。嗯，你们在现在这个状态下，各自对于这段情感的憧憬是什么？女生，我当然是很希望结婚的，因为我毕业了嘛，特别希望我们俩毕业的时候能够拿双证。就一个是毕业证，一个是结婚证，而且我们两个现在没有在同一个城市，我就很希望他能够来到我的城市去发展。他死活不同意。你在哪儿？我在成都。你在哪儿？我在宜宾。哎，你是不想去成都啊，还是不想结婚呢，小子？因为他家里面嘛，他有一个弟弟，但是我家里面我就一个独生子，我也有老人需要照顾，而且现在、就是、所以你是不想去成都是吧？对对对。好，姑娘，就家人会希望我 咱嫁到宜宾去啊。嗯，同意不？我同意。啊，同意，娶不娶？嗯，所以我说让你说实话，女生是着急结婚，男生是压根儿没打算娶，不就这么个事儿吗？还有就是你知道吗？就因为这个事情我们争执不下，他把他妈都搬出来了。因为我觉得我跟他讲嘛，他又不听我的，我就特别希望我妈妈嘛，因为我妈妈是过来人嘛，就可能去劝服一下他，就这样子。劝他娶你是吧？不，我现在是想让他来成都发展。你妈妈过来那是劝我吗？给我的感觉就是上级对下级下达命令。而且你到底给你妈说了我多少坏话呀？她一直在说我哪儿不好哪儿不好哪儿不好哪儿对你不好。还有你妈妈她直接跟我说什么？她说我给你们俩在成都买一套房，你们到时候就在那儿结婚又怎样怎样，什么都给你安排好。哎，我自己可以挣钱，我需要这个房吗？不是，那你也不应该跟我妈吵起来呀。你妈妈就是在践踏我的尊严呀。不是，你别把事情说那么严重行不行？我觉得我妈妈当时她也是为了咱俩好，那我们两个现在刚毕业没多久，经济上面有很大的压力，那我家里面为我们提供一点物质上的帮助，那我觉得以后我们俩是不是能够安心的工作呢？我觉得我妈的出发点是很好的呀，她也没有做错什么呀。行了，明白了，你是真没答案还是假没答案对这段感情？就是因为我确实觉得复合之后。你是真没答案还是假没答案？臭小子，你跟我说实话。就是我自己真的不知道我会做出哪一步。你都有答案了，你何必让姑娘跟着你疯呢？哎，丫头，分手行不行？接不接受分手？我不知道怎么说，因为我觉得这段感情其实有一点点累了，但是我觉得我心里面又还是有他的，所以就很纠结。这个感情的走向，我相信老师们已经看得非常清楚。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小雪啊，嗯，我们来看看“我爱你”这三个字儿，它到底代表什么呢？当我们一般说爱对方的时候，对方一定感觉到的是舒服，而不是痛苦。但是呢，我发现你爱他的时候，其实你更在意的是你的感觉，你痛苦，你伤害了我。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你更爱你自己多一点，所以你活在自己的恋爱世界里面，那么你的男朋友他就感受不到你对他的爱，最后他得出结论是什么？作。所以说那边都在想我要不要跟你继续走下去，你这边还在想着我要双证。你们俩现在不在一个世界里，两个人的恋爱走入婚姻，它是一个添砖加瓦的过程，而你的作更多是在拆瓦拆砖，所以努力了半天，即使分开手以后又复合，但是你们的家园仍然没有建好。当然男朋友男朋友问题，比方说就一个细节，前任给你送的那个剃须刀，你不能让你的现在的女朋友再看见，这是最起码对你的女朋友的尊重。你用的是刮胡子，但是女朋友的感觉是什么？你还念念不忘，你没有真正去理解他。你们现在
不适合谈结婚的事儿，你们的感情现在还没有着落呢。谢谢于老师，谢谢老师。我想说三点啊，先接于老师的第一点，就是我给所有在恋爱中的男女一个建议啊，如果你的现任介意你的前任，一定要把前任拉黑，这才是对现任的一个尊重。第二点啊，我看过所有的感情，结果都是一样的。最初男生是觉得，因为我爱你嘛，我不觉得累。慢慢的就变成我太累了，我已经没有这个精力，没有这个能量去爱你了，更何况是娶你呢？第三点我想说的是啊，在这种恋爱关系中啊，基本上分手之后还非要想复合的，都是这段关系的受益者。你得到的这种关爱更多，对方的付出更多，所以你舍不得你留恋嘛。如果是他会跆拳道把你踢住院了，你肯定不会愿意跟他复合的，对吧？那你作为一个得利者，你跟他复合之后，其实你应该适当的让利才对啊。可是你不一样，你想我继续得利，然后我还要得一辈子利，我现在要结婚。这就跟做生意，假设你跟一个人做生意，第一次你占了便宜，对方吃亏了，过了一段时间你说咱俩再做生意吧，对方本来就是心存怀疑，他应该是一个观察期，一个考验期，对吧？看这次怎么样，结果你还要占便宜，还让对方吃亏，对方觉得我都吃两次亏，我好辛苦的时候，你说不行，你现在要跟我签独家，你说对方会答应吗？所以其实你们两个我看不到未来的。但是男生啊，我其实想跟你说一句，你为什么能离开以后十五天又进入一段关系？其实你不知道你自己要找什么样的女生，你只是不想有空窗期，所以我觉得你也应该认真的想一想啊，你到底想要一个什么样的女生，也不要这么快的确认关系，多一点互相的了解，然后真正的走入一段关系的时候认真一点，这个可能会对你以后有一些好处吧。好，好，谢谢严老师。我怎么觉得你俩特别合适啊，跟别人在一起那谁受得了你们这折腾啊，就这一脚踹出去去医院了，回头又复合了，一般男生受不住。这明明知道女朋友特别在乎前女友，还非把那刮胡刀天天摆在跟前让人看。你说人那个女生前女友啊很温柔，对吧？跟你在一起后也暴躁了，你也把她暴躁激起了。女生也一样，你跟她在一起就是无限的暴躁，无限的用我们常说那词儿作，两个人都太用力，没有一个人肯稍微软一下退一步。如果你不拱火他不会踢你，如果你不踢他，他不会说我这得去成都看病，不行我还得去北京。一个把一个内心的那种不是正念的不是积极的力量全拱起来。所以道理特别简单，女生说啊，我现在也觉得累了，但是我就是要领双证想跟他结婚，这样的痛苦我们要受一辈子吗？为什么不能够刹车？你这样消耗着自己的这种不愉快，这种折腾对自己有什么好处？男生也一样，我觉得你也没有那么大的力量去承载一个很情绪化的女生，你自己也很情绪化，你看你刚才连喊带叫的，我们没有力量承载，我们就去放下，放过她，放过自己，这才能成长，才能阳光。祝福你们吧，谢谢。谢谢老师。谢谢老师。他已经不爱你了，而且已经有一阵子了啊，那个我就直接一点吧，好吧。为什么今天你们站在这儿呢？很简单，因为现在男孩子已经不敢提分手了，不止他一个人，好多男孩子不敢提分手了，不敢说不爱了，不敢承担分手带来的负面情绪了，有的人甚至要主动的去吵架，有的人就玩消失，各种各样的方法来让女生可以提出分手。你为什么不敢跟她说你不爱她了呢？其实提分手也是一种责任，不爱了你就说。对于女孩子来说，如果爱的话是让人捉摸不定的，但不爱是清清楚楚的，关键看你愿不愿意接受，不是你感受不到，你知道吗？你现在是个什么状态，你所有的一切就是一场独角戏，复合是你哈冲过去玩复合，生日哗你过去，你自己的生日人家勉为其难为你买个蛋糕，你捧着个蛋糕默默流泪，都是你的独角戏。早就不爱了，独角戏演到这个时候可以了，也毕业了，也工作了，该进入自己真正的人生了。两个小孩未来
毕竟你们还是要成熟起来的。那么今天终于可以看一看成熟带给你们的阵痛是什么。这阵痛所表现出来的就是正视我的现状，正视我的情感，正视我的责任，就是这样。谢谢，谢谢陆琪老师，谢谢老师，谢谢老师。就发现有一个感触和感受，脱离了他们的第一段，越往后讲越没啥可讲，而真的说到两个人共同美好回忆的时候，可怜到了已经就是几个字，一个小段落了。这我不说这男生，我就想跟这女生说几句，你在这段情感当中最大的错误是跟他分开之后又复合了，被强化了，太挫败了，到最后完全是为了胜负，做事要留余地和分寸，情感也一样，想清楚了，不爱就不爱，像个男人一样有点勇气，软乎乎的，我遵从我自己的内心了和我真实的感受了，那才不叫祸害别人呢。一会儿女生先发言啊，咱得分开，理直气壮的，一起进入真情60秒。其实我记得我们两个人在一起的很多个瞬间，我们俩第一次在一起，第一次分手，第一次去别的城市旅游，我记得很多。那我觉得我们两个如果说还能够继续在一起的话，我觉得那是我的幸运，但是如果不能在一起的话，我也不会觉得遗憾，因为我觉得我们双方都已经足够的努力了。其实我想说，在爱情里面真的不要那么作了，爱情真的会被说给磨灭完的，这是两个人彼此相信一起走下去就好了，真的没有必要去那样的去作，让人受不了。谢谢两位，请回。我们看看这对年轻人自己的选择是怎样的，请开门。你得长大，丫头。谢谢你啊，请回。